长的证书。我们非常感激古会长，从我们创会到现在一路的陪我们。当然他虽然卸下了会长理事长的职务，当然我怕要继续来辅导我们啊，所以我们请他担任我们荣誉理事长，也请院长来颁发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颁发理事长及李监事的当选证书，等一下呢我们请李监事呢依序上台来接受院长来颁发。首先颁发理事长当选证书，黄建辉先生。中医啊，在中医是五医师就中医呢，还是高医师就中医哦，这真歹讲啦。哦，你若是讲有好康的，应该是会做的人爱中医啦。啊，若是欺负较侪、责任较侪吼，是老大爱中医啦，都爱中医，好不好？吼，咱先甲这高医师就拍一拍下先。咱在场哦，咱东部的秘书长啊，甲这南议员哈。啊，以及咱的部长啊，咱发言人啊，主任，哎，各位哦，火力旺，这火力旺，我上爱这句讲，火力哦，好不好？大家最好哦，大家最好哦，因为那大家说，啊，转过来台湾国号，这四句哦，我感觉第一个有愿景，第二有目标，第三有共生，哦。这是哦，本土主体意识。这几句歌好，来跟我一遍过来，好利用，好啊好，大家最好哦，大家最好哦，谢院长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哦。谢谢院长为我们简而有力的致辞。